继上一次拳击影片反应热烈之后，不少网友呢想要看我们三剑客战队挑战这台腕力机，马上就要来。那不是腕力啊！我们三个在三剑客谁腕力最强？在三剑客还没有人可以干掉他。再来呢，就是不好说，不好说吗？不好说。我跟大家讲一下这台腕力机的规则，它总共有 level pen 十个等级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先请我们的盖伊好伙伴宇安先从第一关这个 Lucy 开始挑战，一路挑战到失败的时候呢，波波会接手，那波波再一路过关斩将，失败之后我再接手，那最后呢，当然就给我们最强的蔡药师看能不能挑战成功破台万力机。宇安，怎么说啊？你到底可以过了几关？我应该可以过了五关嘛？真的？啊，没有五关怎么办？你喝饮料。那你们没破台怎么办？没破台，忘了请你喝饮料。没问题。你说要不要？我请喝饮料，请。OK。哎呦，还要分 easy 跟 hard， 那就要先重来。那这样，从 easy 开始哦。我要玩的，他应该至少可以过五关。Level one Lucy 的，哎呦，宇安挑战这个 bikini 辣妹，女生都赢了呀！赶快来吧，老娘要干掉你 ！Go！Bikini 辣妹，不是，她是泳装辣妹。宇安，你冷心吗？蓝蛮强，他哭了，他哭了，冰友。哎呦，波西米亚狂想曲。哎呦，这是。哎呦，冰友，是敌人太弱还是宇安太强？我应该换。你会不会一个人就把 Unknown 破台啊？那 Hard 的部分就交给你。我觉得我刚刚看你 Van 的表现，我觉得你很有机会，你自己觉得呢？我也是觉得五五开，不过如果这台机器想杀了我的话，那就另当别论。你好中二哦，这个猎人台词。既然他爸揍迪克加什么了？加油！揍迪克加什么？他那个脸逼机哦，我还行啊，得意啊！你就这样破台了。事实证明，万力机这个 easy 的关卡呢，卧推90就可以轻松破台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要挑战他困难的，来继续，看叫多难。我继续嘛，重来。对对对，我再挑到失败为止啊！我会不会又破台一次啊？一样从 Lucy 开始。Lucy， 好，好，好，困难。我会赢不了，按下去。对，应该他不会这样设计。然后他不会 Lucy 就比内容强。超可怕、啊！这个 Lucy 已经比他很弱一层了，不是开玩笑的。我怕我已经无法对付他了。你素质比较。You win！ 还好，还好，你还赢了 Kara。我觉得我没办法抵抗。完了！有！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弱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宇安呢已经大战了一整个大战了800回。那波波会不会直接拖到最后啊？不会哈，我觉得波波没有这个实力了，别闹了。靠！好弱！好强哦！
波波现在要大战这个韩国跆拳道高手。Fuck！ 手臂已经爆筋了。波波秀一下你的手臂。很多粉丝在看你那个一万力，加油！抓狂啊！我终于知道怎么样这铁网，我刚是觉得这网子，他是怕你输了会直接打赢你。啊！极限了！对啊，我觉得第八关你有没有机会？不好说了。不好说吗？不好说了。重如鬼神啊！过，我竟然没有破卡。波波，你输在第几关？我输在第八关。啊，波波输在困难的第八关。看一下这个充血，你知道吗？这万力机啊，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就有了。然后小的时候我就玩过了。我小时候赢不了。我完全赢不了这东西。完全。今天我要来血池，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，我已经大喊了。你刚刚输在第几关？我刚刚输在第八关。那说不定我直接破关，你就没得玩。不用玩了，你就免玩啊！我就做不了，你就免玩。耶！哇，好吃个二！可以对镜头耍狠一下。哇，好凶哦！哦耶！我相信你绝对轻松啊，毕竟波波实在是有点弱。好，哇，不好处理啊，那角度不够。看哇！搞什么？哇，没有，这个波波也站了好几轮了，不能这样比。我必须说一句公道话，真的很弱，真的很弱。好，这是王淼。啊，王，他有点强哦。这样也没有强。第五位，这样也没有强。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小盖伊了，好吗？看我今天要破台了。好伙伴，你要合力拍完了这一集 ，OK 吗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是。等一下，先把画面拍完。这样，我觉得我们拍一个你跟他比真人腕力的部分好了。你要跟盖伊比真人腕力吗？自从上次半年前跟他比腕力之后，我手腕痛了三个月，真的，我认真。因为刚刚不小心呢，我就把这万力机给破台，结果蔡老师跟我抱怨说他都没有画面，玩到没有关系，破台后的大魔王在这边让你玩，好不好？大魔王，谁才是大魔王？我觉得我今天状态很好，你应该小心一点哦。来，好，来，准备。等一下，波波你要，不要投出力来，不要投出力，不要投出力哦。来，好了没？好，不要投出力哦。好，三、二、go！ 大魔王是谁？耶！他这个，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！是大魔王。耶！他这个额头跟前臂肿的跟什么一样？等一下，我刚比了三回合了，右手没力了，我们换左手。三、二、go！ 你玩的，你玩的。好帅啊！啊！事实证明啊，真的好强！我左手很强。你果然是三剑客的那个万力的指标，对，就你。
我们之后再去找万力挑战，再去看看人家职业比万力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果然是把万力机给破台了。那如果大家还想看我们三剑客挑战什么游戏或者什么项目的话呢，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。我是剑客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